最后一首歌啊，很冷呢，喝到了。我可以蹲下去拿我的水吗？那你要闭眼睛哦。哎，快哦，没有被拍到。好，敬你们，敬你们。没有饮料，去买啊！促进社区发展，还是促进部落产业？买一下，摸摸口袋有没有剩下的钱。讲太多不好笑的笑话，对不起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认识署命的话，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半都是在聊天。然后，但不晓得下次会什么时候见到你们啊？没有关系，如果找不到，上网搜寻苏米恩，或者输入署命 S U M I N G 偶像 Enter， 就会找到我了。也有可能找不到，偶像不要了，署命就好了，就会找到我们。那最后一首歌不是什么嗨歌。但我觉得这首歌摆在最后一首，是希望下次有缘分再见到你们。这也是一首阿美族很传统经典的歌曲，听说在奥运的主题曲里面被全世界的人听到，多亏郭英男阿公有唱这首歌，欢乐饮酒歌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奥运的时候要唱，意思是要欢乐，不是要饮酒。下次见了。好了，九哥，献给各位。Yeah.
谢。下组楚令，连排，我是楚令。